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我是主持人子萱。下面来关注一下哈里王子和梅根与 Netflix 签订协议制作节目的新闻。Netflix 9月2日宣布，英国哈里王子和他的美国妻子梅根已经与该公司签订了一份多年合同，制作不同类型的节目。这对夫妇从英国王室事务中退出以后，带着他们的儿子搬到了加州。他们将制作纪录片、故事片、脚本节目和儿童节目。这对夫妇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重点将是创造既能够提供信息又能够带来希望的内容。作为刚为人父母的人，制作鼓舞人心的家庭节目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